今天啊，我要做一个东西，就是一整天当废人，一直打 game， 然后还要当渣男探讨家。即将突破800，我是谢娜。如果呢你也想得到 iPhone 12的话呢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和分享哦。我们到达800时限的话呢，我们会送出12给你们哦。而且我们会亲手送在你的手上哦。而且我们800谢娜时的手机呢 ，iPhone 11也会换成 iPhone 12送给你们哦。所以我们即将挑选我们800谢的粉丝，然后850谢我们也想要一起直接送出去。好，所以我们一起订阅起来哦。哎，谢娜，可能在等呢。哈哈，我是达令哥达达。今天啊，我要做一个东西，是我没有做过的东西啊，就是一整天当废人。因为平时啊是没当废人，只是有一点小废。OK， 我就要当一整天的废人，一直打 game， 然后还要当渣男，看好一点。要当废人之前啊，必备的条件就是衣服要够废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这个是废人衣服。就这种破衣啊，这其实是有一个牌子的衣服啊，不方便跟你们讲是什么牌子。然后还有裤子，睡裤子，睡裤。其实这整 set 是我睡觉的衣服啊。OK， 我现在先邀请我今天的嘉宾出来。差点忘记邀请我了。耶、yeah, ，我是 Clare。你要陪我一起废一整天呢、欸？我要换废废衣服吗？不用，就你正式我废这样子、okay ，然后我还要卖零零的东西给你。很渣哎、欸，很喜欢渣男。没有，先去换这个衣服，然后我们马上开始打 game， 是不是很爽？我们今天整天打 game 就可以拍影片。我本来就这样子。OK， 好，我先去换这个衣服。一二三。哇！看衣服啊 ，OK 啊，好烂哦！这个衣服是我很喜欢，那我一直不舍得丢，从以前穿到现在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打节目，他还在楼上睡觉，现在还很早，所以我们就吩咐他，他躺着嘎嘎这样好，我们现在打大大声给他醒来。好 ，Let's go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哟，早安，吃了没有？没有，不要吵。今天一整天在颓废啊。不要冲洗咩？什么事？去打包。什么去打包？你去打包，我在玩猪。哎，拿水给我喝，我渴。所以，我离不开这边。快去换衣了，去打包东西，这么紧张。哎，帮我开一下。礼貌死了，自己不用手拿。真正没有什么时间呀，你不要再浪费时间打 game 上面了，可以吗？你快点换衣了，打包，打包了，你回来还要做东西，还要弄东西嘞。这有什么东西要弄？有夜拍要拍嘞，你要帮我拍耶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，真的。快点拿。你去那个桌子拿那个东西，把那个锁匙啊。然后。你继续打包。你手还是？去打包啦，打包给我吃，会死咩？每天都是我打包。不要嘞，我懒惰嘞。这样子我生命哎。我跟你讲，你拿收收拾，你继续打包，打包给你吃，很难吃。你要我就叫外卖，你要飞我，我可以飞了，来，看谁就飞。我叫 Kenneth 来陪我打 game。叫啊。Kenneth 他陪我打 game。有了。Kenneth 去换衣。哎，打 game 吗？哎，你坐过去一点。我叫你去打包。啊，提包 OK 啊？提包 OK。手指拿不是？我在等你一起。去。做事女孩子不要问那么多，那你做什么做什么？累了，强哥，什么强哥而已？哎，哎，毛二是吧？哎，去问毛下来，还没有啦，不是你的责任呗？我等一下就回来，你还好意思叫我喂？喂啊，去打包啦，毛比较重要吗？是啦，跟这么贵啊？OK， 我先不要理他。OK， 气焰高你。不要继续打。哇老喂！被人家劝解呢。我在这边的。我要等你们打完一起去打吧。去不了，你死掉了。我也死掉了。哎，我们那孩子玩 game 不要吹啦，我你会拍谁咩？哎，这里地上有点泥泞，拖把抹一下快点。那你弄打了个零时剩哎。抹一下快，我们打 game。打好了，一起去打吧。对对对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哪里是这样骂的？转一下先嘛，这样子。我来你来骂啦。我打给你啊，我打给你。所以你要喝水吗？比较有点干到。你可以哎。倒果汁哦，给他喝。绿茶也 OK。绿茶。打一杯冷啊。加冰少糖。我自己倒的。一下研究一下。哇。打给你们俩。哎呦。快点玩玩。我们没有要出去了嘞，我今天在家打 game 的耶，玩吗？我
我打包回来，我一定要看你出来好啊！我真的吃糗啊！那有七块，不要吵我。哎、欸，我最近很缺钱呢，有钱吗？你缺钱没事情。你借我50块的嘞？没有50，那是我100。因为等下我要买一点东西，有100。牛，打包回来，你就要看你们可以。哇，不用做又有钱。OK， 我现在要去找一下玲玲房间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喽，卖给他。没有经过玲玲的同意下卖给他。我很想要啊，可以送。这是哦。你借。OK， 玲玲的耳环哦，我拿这些耳环，等下你就自己问我要多少钱的什么。OK， 看玲玲会讲啊，卖掉他的东西。哎，口红可以，口红可以。女孩子最爱口红啊。那没有，拜拜，格林的口红。是，拜拜。Let's go。我们先放在楼下先。OK， 有些东西全部放在这边了。哇，有些打给玲玲，叫帮我去打。哇，够恶心。喂，你打包住啊？啊，什么？哎，那个车你帮我打油一下回来啊。回来，我不敢想象，好来，我继续打烟。等下我就讲，哇，缺钱呢，最近他零零给我100块不够用，然后我就在卖一下东西 ，OK。然后最恶心是哦，你卖很便宜吧？很便宜吧？喂，好，我等他回来。本来我们打烟打烟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OK， 我们现在有放来放去打游戏，看好几样。很有爱耶，我们。嗯，本迪。回来了。喂，你很久去换烟，你们两个。哎，打包没有？放这，我们打完这场先。你们都不拿我的东西下来放。你的东西，你的东西是我东西，我东西是我东西。什么？你东西？没有，他买了的。是我买的。不，你买的。我买的。做什么？他讲他最近缺钱。这个卖了啊，10好啊。这里得到300。哪里？300啊。这些东西你都没有用了。有。给我钱了的。等一下，我再给回你钱。我的东西。哎，你的女朋友拿掉怎么办？哎，等一下，你钱了嘞？没有，等下我给回你。哎，600啊，你不要600。可以。600 OK 吗？可以，坑到一笔。我记得你很没有礼貌，过分啊！刚才又跟我对不上，又卖我东西，过分没有啊？你那一次早就被炒了。尤其是你这么来，他已经穿了东西了。为什么说是我客人来的？我老这样子对待客人了没？鸡饭应该买的吗？但是你跟我其他去冲浪撞死他陪我吗？我们两个一起的吗？我可以了，教我耶，我努力，大家教我嘛。喂，喂没有？喂了啦。那个分一铲的哦，有味道哦，早上。嗯。大家跟我去铲。那是我工作。够了哦，王继达。Meanwhile。一定要响！哎，等你，你啊，来帮我接电话一下。老师，那我要吃饭了，可以叫我姐姐吗？接电话一下。出打雷了。姐，来过这里给我讲。他挂掉了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废吗你？那有废，我们做一下。你打那个出打雷不是？你叫抖音打回去啊。不要。打回去啦。我要去吃饭，不要吵我。2 hours later。鞋冲凉那些了啊，你们。我觉得冲凉是给弱人来冲凉的，真假的？这么冲凉？是啊，还是没有出去？那边啊，哪里？没有冲凉。哇哇哇！我被消毒啊！哇，你被喷的，多喷水了。消毒啦，杀了个臭虫！快点啊，很紧张。哇，关了很多个小时了哈。哪里有？才5个小时吧，才刚刚开始到嘞。早上都早了个10点多，完了现在几点了？我是觉得你不要吵啊。我快点啊！好了，今晚就我们来自拍一下。怎么都是你们的？你们很多个小时给我钱冲凉，我求你不要再玩 game 了啦！当废人够够了，没有啦！有手机，手机。得死机了，好，我跟你讲，一整天玩这种游戏，玩了几长时间了，都去工作了，是吗？不要了，现在承认所在，不要这样子发脾气嘛。如果你没有玩游戏玩那长时间，我会发脾气咩？你看你早上10点啊，玩到现在已经要6点了嘞，我用这东西。
西了。这样子我玩短时间的游戏就可以了。不要把这样多时间花在游戏上，我就可以了。这样子我玩一天，我只用一个小时玩电就可以了。是可以。是可以啊。可以。Yes！Yes！ 哈哈 yes! 我已经冲好凉，干干净净了 ，OK 啊。终于。不然一直穿到邋邋遢遢这样，然后牙也不要刷，然后凉也不要冲。OK， 我跟你讲，这样子已经答应啊，我玩不浪费时间的游戏啊。OK， 我跟各位讲，这个游戏啊，就是挂机啊，不要玩啊也能生存的游戏《猎魂 M》。这是一款最近很火红的手游，因为我朋友们都在玩，所以他们也邀请我一起加入这个《猎魂 M》。我现在都玩到起飞哦！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变成另外一个人？黑人哦！我在学《猎魂 M》里面的一个变身技能，我可以切换不同的变身，分为四个系列，里面分别有人类英雄、天使、领主，还有灾厄。每个系列都有十二个变身，不同的变身有不同的技能。这么厉害没？而且它的人物啊都很美啊。然后我现在是选一个天使啊，女儿天使，然后我打这个 boss。哇，那个画风很美哦！画风很美。很精致一下，对，它可以下冰啊，且它那招，它可以让玩家任意的选择变身形态，还有变身技能，它可以自己选的，懂吗？你看我就变了一个变身，玲玲受不 了。如果变十二个，你一定打他了。我一定把他杀掉。如果我开哦，我跟朋友那拍卖啊，卖玲玲的首饰啊那些，其实只是玩玩而已，大家不要学哦。如果他真的骂我，一定打到七。KT。然后你们想要试试拍卖的乐趣，你们可以下载猎魂 M， 还可以拍卖东西哦。对，还可以拍卖东西。你叫我把它打到拍卖掉咯。可是上面不是拍卖我啊，什么？上面是拍卖里面的东西。这样我在这里拍卖你哦。因为哦，它里面有自由的买卖，然后哦，还有不会浪费里面的任何的资源，并且可以用这些资源啊，可以凑齐啊，去合成高级的装备，是不是很吸引你们嘞？完全不会浪费任何东西啊，跟你讲。这听起来很环保。我跟你讲，有些 game 啊，收集素材。是没有用到的，它可以这样就很浪费，刚刚在一起，然后不会浪费那些素材，很好啊。还有我们打游戏啊，最重要的就是 boss， 那个 boss 可以无限进化，懂吗？所以你不会闲的，还那个 boss 越来越劲啊，所以你一直要去想办法去打那个 boss。对对对，还会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强到你无法想象。而且啦，它进化好啦，你不要以为很难打吧，它奖励跟着一起变好。在游戏里面有各种 boss 的副本，而且啦有很高几率拿到稀有的装备。OK 啦，重点是啊，你是新手玩家的话，你现在去下载这个 game 啊，你会拿到免费的 VIP 福利哦。当完成新手教学的后啊，然后你就会拿到免费的 VIP 哦。然后这个 game 啊是我最喜欢，就是哦，它有一个自动挂机关注啊，它也是会 out level 啊，有这种活性玩法的嘛，我更喜欢啊。最适合这样打大了，不然每一次我坐在这边哦，浪费时间打那种 game。所以我就跟你讲啊，我只一天只需要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开来。OK， 我给你一天最多一个小时在玩这个 game。OK， 你拿到跑币了啊？我拿到跑币了。OK， 所以爱你啊，亲一下。OK， 现在只需要输入我们的礼包码 BDW520 就可以得到大礼包哦！走起，玩起，大家赶快一起下载吧！我们在游戏中见。我一脸懵逼。Ha ha ha!